YouTube 的粉丝们，大家好！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。喜欢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按下点赞和订阅的按钮。低一点的也有啊，低一点也有溃屏的呀，都有。哒咚哒噔噔噔噔噔噔噔。看来不接天，我是因为在冰堆里面，不是为了 K 头。我放技能是为了清技能，防拉比克偷我技能。不是说我不看弹幕。原位暴露了，谢谢肠胃老板的鱼丸粗面啊！肠胃想爆这个海鲜大餐啊！没技能，不尬聊也不能当哑巴呀，兄弟。号主屏蔽的不是我。哎，没来打字，没打字，是在前进了。等等级加逼加雷跑得快，
其实这个版本的卡尔我也适应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大概一个月吧，我才适应了就是这个切球，这个切球一点几。有人要人头吗？换了个雷云，我靠！欢迎胖胖。我操，好狠啊！谢谢暴龙，谢谢暴龙，暴龙老板大气，大暴龙啊！感谢感谢感谢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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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特别感谢暴龙哥啊！布鲁冯特的无理声波，出了把跳刀来扫。好家伙，我一套连招给这个一个拉给断了，我操！
上面有眼。好多人，好多人，快走！五人团，这波对面五人团。我们打中。中路有盾可以救，
有天火了，感觉上路要被单杀，我操！没弹吗？他没大吗？家伙他妈的有风障了，这逼我操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卡尔他跟打蛋打蛋。还有还有，跳跳跳跳！哎，老子被咬了！我操他大爷！
感觉这个盾不好打。可以打新手，上路上。啊！逼他妈的带路的意思是？
最后两包烟，最后两包烟，抽根烟。好多钱啊，这凤凰一千呢，一千零二，一零二三，哎，一零二三什么意思啊，朋友们？